听口音哪儿人啊，老哥？还哪人？大连的，怎么了？我也大连人。老乡啊，老乡们，你说这整的是，其实我平常我都不愿意演这样小角色啊，当起特别满，是吧？啊，是啊，我要知道老乡，我刚才不能跟你抢，是吧？哎呀，这点儿也不能有剧组的人呢。是，这宿就白搭，这样。要不兄弟，咱俩喝点儿。怎么晚了？上哪弄酒去了，哥？小年轻，嗯、啊，没有经验，是不是？啊、是吧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是啥？哎呀，你再看看，行，这是啥？哎呀，你太能整了，哥。嗯、啊，怎么样？嗯、啊，菜硬不硬？你这菜太硬，都硌牙都。来，等等等，倒着啊，倒着。哎呀，其实吧，兄弟。啊咱俩这算是一场误会，是你笑面愁吧？好啊，好吧，啊，干，来哥，兄弟啊，啊，其实吧，我有一个大计划，什么大计划？我这么跟你讲啊，好好好，听没听说过最近有部剧特别火，叫做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？那我听过，我就打算干这部戏的续集啊。名我都想好，是吧？就叫做黑西辽补存在散学椅。散学椅，这玩意儿打麻将呀？麻将题材。哦。你看啊，我回头我，小刚，嗯，一毛，再加上老梁，我们四个打麻将，这不还打麻将吗？我们四个联合指导。哦。你这样，这部戏我给你留个重要角色。我角色呢？嗯，哎呦我哥，那让我演个什么呀？你演妖姬，就是我演的是副牌呗。剧里的角色名字叫做蓝色妖姬，是吧？哦，男二号戏份挺重的，跟你打戏的那个叫红色火焰，那是谁呀？刘德华。那个女一号是谁呢？范冰冰。哎哥，有句话我得说前面哈。嗯，老弟已经结婚了，嗯，你看能不能别给我安排跟冰冰之间的吻戏？那不全是我说的算吗？我想怎么写怎么写，回头我把这段给你删了。我不夸张的跟你讲，就演完这部戏以后，你就是影帝了。妈，我都能成影帝了，哥！哎，哥，你说我都当上影帝了，那我租那个地下室是不能给配了就？赶紧听了吧！我给配了，我等你等会儿就给你。你这样，制片组已经给你安排好一套别墅。就在我那套边上，哦，哎，咱俩是邻居，那房子写大，还在次日时，哦，车库能停三天时间。妈呀，可那么大个车库，你说 我得买辆什么车合适呢？买什么买？把我那个宝马就拿走。哎呦我，嗯，你太仗义了，哥，来我就必须敬你。啊，嗯，哎，哥，嗯，你说咱这个片啊，投资得多大？就这份演员的阵容。加上这份主创的团队，投资最少三个亿。三个亿啊！嗯，三个亿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三个亿那个不少。三个亿还只是投资，上映以后票房20亿。哎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哈？就我媳妇儿在家还刮大白呢，能不能给她也介绍剧组来？那不你一句话的事吗？啊、来呗，来让她演。演个什么人物呢？嗯，让他演个大树吧，他呢就搁那往那一杵，来点风跟那晃悠晃悠，就行，没有危险。啊，那就行，没有危险，干了。哎呀，哥，那我作为这组内的高管啊，我也做把手，把我嫂给调过来。嗯，你嫂在这儿。我嫂演僵尸在这儿啊。他哪个也行，那个他搁这干总制片人。哎，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啊。就是把嫂调财会这边来，让他管钱。不是啊，财会现在有人干了。谁呀？我四舅母。不是你要这么讲话，那我四舅母在家还种地，你得让他也过来。哎呀，那不正好吗？我这还缺个僵尸，让你媳妇儿给他演大树啊，完了你四舅母给他演个僵尸。
植物大战僵尸，他俩飙个戏多方便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凭什么你家人都搭官，一到俺家这块全是植物大战僵尸，怎么回事？不是兄弟，我怎么发现最近你思想波动怎么这么大呢？这不是大不大的事儿，关键是你当初你当导演的时候，那我可是我一手扶持的，那可能还你扶持，那你这想法创意哪个不是我想的？你想不想的？你关键这片天地不是咱俩一块打的吗？怎么事？这是要跟我分家呀？分了，早就想跟你分就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别墅必须我的啊。我就想知道，这20亿票房咱俩怎么分？那怎么分？一人一半呗，还怎么分？真不要你个脸，还一人一半？我最多给你拿5亿。我给你哥怎么告诉你？少了10亿，我根本就不能走。行，那你咱就法院见。法院见，我怕你打官司不就是吗？哎呀啊！那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还传票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坐船，我是大明星，我要坐大飞机。我完喽，看走眼了。早知道这样儿，就应该让邓超来演这个妖姬啊。别来念叨，我告诉你，没有我这个千里马，也没有你这个孙凤儿。大明，我看那剧组车都走了，你搁这干啥呢？跟谁讲话呢？啊？我3令5申多少次，导演组开会，导演夫人不要随便来打扰我的创作。啥导演组啊？你是不疯了？不是，你跟我什么态度？你跟我什么态度？我就这态度，就这态度咋的啊？一天天的就知道在白日做梦，臭不要脸的，赶紧给我回家。明天法院见，散会。我呸！你还法院见？我怕你啊！真有意思你。没有。